极窄边框手机镜，三萤幕笔电炫 ，CES 新品互尬。CES 国际消费性电子展正式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登场，小米首度参展，积极布局美国市场，会中发表极窄边框手机小米 Mix 的白色版，规格和功能都和黑色版相同，同步秀出65寸 4K LED 电视小米电视4，是目前旗下最薄电视，厚度只有 4.9 公厘，约1元硬币直径的三分之一厚。而电竞周边大厂 Razer 发表全球首款搭载三台 17.3 寸 4K 萤幕的概念笔电，爽看180度视角，玩游戏一定超爽的，现场聚集不少参观人潮抢拍。另外，抢攻 VR 虚拟实境商机，展场 VR 头戴式装置齐发，但目前观赏视角大多落在100度。Panasonic 则是展出有220度宽广视角的 VR 装置，在眼睛前方和两侧都配有光学镜片，实际观看影片，连眼角余光都能被画面塞得满满的，爽度倍增不少。动新闻，拉斯维加斯报道。